今天我是来大拿镇，每年的农历春节前夕，大拿镇图书馆拢举办写春联、庆新春活动，并且提供乐龄中心的志工甲学员展演的平台。其中乐龄音乐家族由孙美秀发起，号召团员巡回社福机构公益演出。家己高工的国文老师陈慧月也带着查某囝演出歌戏。团员表示，看到长辈的笑容，让因表演更加欢喜。大拿镇公所图书馆乐龄中心日前举办庆新春写春联活动，除了邀请书法老师现场汇合，也提供民众个体验写春联。春联有那个喜气啊，过年就有喜气洋洋的感觉。镇长黄金如表示，虽然伊咧做过来，但非常关心这场活动的举办。黄金如强调，推动乐龄中心就是要长辈活到老学到老，充实家己的生活，也减少老人失智的可能性。活动当中安排乐龄陶笛演出，另外由乐龄中心老师孙美秀所发起的音源家族，更是聚集十多名团员，包括有歌唱节目、舞蹈演出，甚至有高中的老师找了十多个来演歌戏。同学多了，所以就有办法呢去组成一个表演的一个小团体。然后我们也常常到一些什么安养中心啦，或是医院啦来做演出，像譬如说太保的长庚医院。然后大林的慈济医院我们都去了很多次这样子。新的姻缘家族孙美秀表示，两年前因为翁婿过往，所以成立乐龄姻缘家族，开始公益演出之路，三年来已经巡回很多社福机构，曾经一个月统计巡回13场次。就是有爱心，然后希望说创造自己生命的价值，希望在有生之年可以多帮助一些人，然后去看看老人家的笑脸啊，去家一起看看那些天使们那么快乐的样子，其实他们是给我们最大的动力来源。透过这样子的活动，然后带给我们所有的长辈们，然后能够有一个快乐的一个一天。那在这个我们乐龄的一个宗旨，就是快乐学习，忘记年龄，让大家都能够快快乐乐的过每一天。新年快乐，大家恭喜！新闻客户洪董拿点彩虹报道。